呢個紅菜頭咧，紅色嘅喎、啊、我都第一次自己煮啊，營養豐富，抗癌有抗癌作用啊，就歡迎大家睇我黃永昌嘅教學示範啊。呢、這個係水菜畫初級班，我咧就呢一次咧就畫紅菜頭同埋少許嘅番呢、這個嘅幾個番茄啊。咁呢個練習呢，啊開始嘅時候就先畫其中之一部分。咁其中之一部分可以畫邊度先呢？都問題唔大，就畫啲主要嘅物件先，或者主角先啊。咁呢個呢，水分可以用多啲啊，因為佢酸化嘛。嗱，而家你睇呢個水分多，但有啲地方呢係佢有菜頭嘅嗰一邊咧，一卡卡嘅地方呢，我哋就要用乾啲嘅方法去畫，因為佢好精細，變化啦，好清晰、啊、所以我哋要畫咗部分先，就一部分一部分去畫。咁我哋畫咗紅菜頭嘅頭嗰部分啊，紅菜頭咧切開嚟好紅，但係佢未切之前咧。咁跟住畫佢嘅葉啦，佢嘅葉咧係有少少麻綠色，有少少紅紅地嘅色，咁啊睇起上好似深深地嘅綠色，同普通蔬菜嘅葉咧係深啲嘅，比普通蔬菜嘅葉深啲嘅。畫樹葉咧就分幾層畫嘅，呢一層咧就打個底色，乾咗之後咧就畫第二層。第二層嘅時候咧留翻啲葉畫啊，啊，逐啲逐啲畫。咁我呢個畫法咧係比較寫生嘅，比較快速啲嘅。咁大約要畫多幾長時間啊？我係畫咗大約3個小時啦。咁可以係大刀闊斧啲嘅啊。咁我哋畫嘅時候咧，逐格逐格畫啦。有啲係好細面積嘅，就唔使大大色，逐啲逐啲畫。有啲係一大片，例如呢個部分咧，菜有啲地方斬咗嗰啲頭啦，佢好清晰，每一個細節都唔同，所以我一格教佢畫。咁呢個紅菜頭嘅呢個叫框咧，佢係紅紫色嘅喎。咁我哋咧先加啲顏色，顏色咧要對準佢嗰個顏色。佢紅色咧，紫紅色咧就用紫紅色，但係要恰當啦，又唔好太鮮，又唔好太沉。咁我哋而家畫咧係淺色嘅部分，咁之後咧加中間色同埋深色，即使淺色嘅部分都盡量要似嗰個顏色先啊。咁我哋一個細節一個細節畫，如果佢係唔化咧，就要畫咗呢邊，等佢乾咗再加旁邊嘅嘢。畫嗰個植物嘅時候咧，要濕嘅時候畫，半乾都可以加啊。咁啊，點住啲冇咁化開嘅啲朦朧嘅效果。咁畫植物咧，你要睇嗰個時間，要睇得好準啊。開始嘅時候，我哋教你呢個方法係濕，呢個方法濕。而家咧係乾濕兩用啊。呢個方法咧乾濕兩用。咁我哋例如而家畫緊葱嘅時候。葱咧可以分為乾畫法，即係乾咗一次再加第二次。因為葱嗰個明暗咧好少高光，所以成個色咧，我哋呢個咧係叫做葱比較淺色嘅地方。畫完之後，就喺某部分咧加翻啲中間色。
嗱，話嗰個葱咧嘅時候咧，係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嘛。如果呢個地方未乾咧，你話隔離咧，佢就翻嚟一層，所以要揀開揀開話。呢、这個又可以稱為合縫法啊，畫完一個地方再畫另一個地方，再合縫埋一齊。咁畫，而家又開始畫葉啦。葉咧，我畫咗部分未乾咧，我就停咗，跟住又再畫其他地方，揀開揀開畫。咁呢個葉咧，佢有幾種類型嘅，例如係前面嘅光少少嘅葉咧，可以淺啲；有啲中間，有啲再深色啊。顏色咧要最低限度要分三四種啊，即係深色、淺色、中間色，再啲仲有啲地方再深啲，同埋有變化，冇一種綠色。佢呢個葉咧好得意，有啲少少藍藍地加玫瑰紅嘅綠色，甚至係藍色。畫葉嘅時候咧，都要分幾層嘅色啊，就係、是、打底色都係。第一層前邊少少受光嘅葉咧深淺啲，後邊咧相反係深啲。咁畫嘅時候咧，有漸變啊，度度都有啲漸變，儘量係有一種葉墨葉嘅感覺啊，即係立體嘅感覺。咁如果係通常葉咧，呢、这個第一次又畫唔到嘅，所以要分幾次去畫啊。嗱，呢 個部分咧係比較深色嘅地方啊，所以咧加深啲。每一筆咧，我哋都要分清楚深色、淺色啊。咁呢個深色嘅地方咧，我哋畫完之後。嗱，佢呢度有少少穿過啲啊，咁咧就睇起上嚟一片色，事實上係盡量係等佢半乾嘅時候再加幾次色啊。每一個地方咧，顏色都要多啲變化。嗱，畫水彩畫咧，同畫油畫唔同，佢係呢個部分未乾油畫，揀開畫啊。所以你見到我東畫啲，西畫啲，咁咧就通常點畫咧？先畫淺，後畫深；先畫主角，後畫配角。有時都可以調轉嘅，先畫深，後畫淺；先畫配角，後畫主角啊。幾個方法都可以嘅。嗱，我哋將呢個葉咧分開幾個小部分，一個部分一個部分，你話啊，咁佢幾個小部分咧，當然係顏色唔同，有少少唔同啦，邊界都係清晰啲啦。
咁而家畫咧就係掃咗個底色先，將空白嘅地方咧填咗。在未乾嘅時候咧，加深加淺啊。嗱，尤其有啲罅隙嘅地方咧，可以加重色嘅啊，俾佢自然酸化。咁畫到第二層嘅時候咧，就可以畫翻啲葉嘅墨啦，啊，畫翻啲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又睇到畫花鏡，花鏡咧事實上係用濕嘅畫法咧，成個花鏡畫曬，咁樣佢就會酸化同埋過渡啦。咁顏色要豐富，每一筆咧最好係要有少少唔同嘅顏色啊，同埋咧。呢、这個綠色嘅嗰個頂呢度咧，可以唔使留嘅，因為佢係深色，所以就唔使留啊。番茄的心位呢可以加到很重顏色、啊、可以加玫瑰紅，甚至是少許的藍色、啊、溝紅色都可以給它自然酸化、啊、但要記住、啊、番茄的深色或者是冷色呢只不過是佔五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不可以太多面積、啊、如果不是可以有一個好像、藍番茄、啊、要小心混濁色、冷色佔一個水果的
四分一、五分一度，冇太大嗰、那個面積。嗱，我哋呢個部分未乾，又話嗰個部分乾透咗之後咧，再畫第二部分啊。所以咧，畫畫嘅時候咧，呢一種嘅組合式嘅水果植物就係比較難啲嘅，所以寫生嘅時候比較難。好多同學唔知道畫邊度先，畫邊度行，所以咧有時會亂咗路。咁幾個基本嘅原則咧，你就分清楚啦，就冇先後次序調亂啦。先畫大後畫細，先畫淺後畫深啊，同埋留淺不留深，淺色嘅位置要留翻空白，深色嘅地方可以冚翻。嗱，而家開始加啲細緻嘅陰影啦。嗱，細緻嘅陰影咧，儘量係清晰啲、刁轉啲啊。植物有一種破破爛爛、鞋濕濕嘅感覺，就比較似。嗱，而家畫呢個葱咧，佢有啲須根，我用留白膠已經留白咗啦，留白筆啊。咁而家我哋畫嘅時候咧，因為嗰個葱本身都好豐富顏色，所以我哋逐個部分畫，逐個部分畫啊。紅色可以加少少玫瑰紅，加少少深咖啡色、深紫紅，畫葱嘅頭啊。當我哋畫完第一片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加第二片、第三片啊。有啲細緻斑點破爛嘅地方咧，加翻咧更加好，更加有美感啊！啲植物啊，啲美感啊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加咗啲斑點啦啊。咁葉咧都要畫一啲葉脈啊。深色嘅位置咧比較接近完成嘅時候，慢慢加翻啊。慢慢去調整嚇，而家咧要加深色嘅，加深色嘅位置啊。嗱，呢個水彩畫咧未必畫到好幼細，呢個咧行近睇咧係斑斑點點，有少少亂糟糟，但行遠睇咧就有藝術性同埋不足啊，見到啲不足。Thank you.
当所有的颜色加上去之后，加了第一层、第二层的修改之后，那我们又设计完成了，那我们可以走远小题、啊、那加上这几个深色的地方呢，跟着加上少少淡淡的东西，这个练习呢我是不画背景的，影子呢加上少少淡一点就已经完成了、啊、那就欢迎各位朋友呢参加我们的网上课程。我们网上课程呢除了示范片呢，还有一些理论片的，讲透视啊、比例啊那些的，还有呢在 YouTube 或者是 Zoom 这里呢、跟你们直播，跟你们修改功课和谈功课交谈交流。那呢就我们的课程现在呢是、水草蛙初班是大受欢迎的，就欢迎你们查询和报名了。